大家好，啊，我是龙川附中青年，嘿，我是主唱阿达，伊是阮的血肉雷军啊，那现在蛮荣幸的，真荣幸的，当来个当教学协会无款的参会，还邀请阮来唱歌。今仔为大家带来四条阮家己所创作的歌谣啊。第一首歌叫做《望水》，望水是写予阮家己中华一条水圳的故事。啊，希望讲，从阿公阿嬷迄代十过几拜树头的这个观念，会当继续传落去，啊，爱护咱的土地。大家听看卖《望水》。
子孙啊万万岁，水啊水的流不尽，流入土地生土地，水啊水的流不尽，好咱子孙啊万万岁，万万岁，万万岁，注意啦注意，你要留起一堆，留咧田底垂柳啊，好咱子孙啊万万岁，注意啦注意，你要留起一堆。到我的故乡的一首歌，对，因为自细汉我就对中华大汉的庄家囡仔，乡下小孩有一个宿命，就是细汉的时阵，爸爸妈妈啊个老师拢甲你讲，你就是尽量读册，吼，啊就是离开故乡，你去大都市，就是他会有一波这样的东西，我也是这样一直被推，杀杀杀杀，所以十八岁时我就离开中华，啊台中啊台北啊。一直到去年的选举了，我向感觉讲，少年人也是要改变家己的故乡，有一条路就是回去生活。那我是因为这个关系，所以我就离开，进入台中的生活，我回去彰化。我就写这首歌叫《青春青春》，意思是讲，甲咱的青春当初带去大都市的理想性，甲带回去家己的故乡。对，那是写给我自己，也写给很多年轻人的。好，青春，青春。
每首歌是我在，要安怎讲，即摆少年囡仔写台语歌，人会晓唱，但是我足坚持要用我的母语去写歌，因为我感觉这是我的热情，嘿，母语是一个真水的语言，但是你若无去，无去讲，也无去唱，无咱后一代囡仔听来讲，原来，嘿，台语是安尼唱，台语是安尼讲，那我觉得是足可惜的啦，所以我就一直坚持要用母语来写歌。后一首歌叫做《落水溪溪水流》。 因为我住我即马住咧彰化的宜水，彰化的二水，啊，我本身是田中人，宜水住伫咧罗水溪边，啊，今年我看了一本册叫做《罗水溪三百年》，所以是三百年，对，等我住咧宜水的时阵，我手抱着罗水溪三百年，逐工下晡我拢去罗水溪散步，那我觉得那种感动是，我感觉讲，我心内看迄本册看了，我心中的一句话就是，我哪会 到这要35岁啊！我才开始熟悉我住的这个所在历史甲地理，但是我过去读的册历史咧写啥，我是啊对我的故乡遐尼无熟悉。啊，迄当时我想讲，我要为罗志溪来写一首歌，嘛是为我家己的故乡来写一首歌，叫罗志溪溪水流，大家听看卖。
唱片，而且阁是三张。
我咧当排咧出口的倒手兵遐，而且伊面顶写自行投钱，你看介意，你家己落钱入去，啊介绍拢写伫面顶，你若介意阮的歌，会当甲阮参考一下。我是农村武装青年，农村武装青年，听起来敢若足歹个安尼，嘿，咱咧行街头有无？有啊，是，即种嘛是咧行街头，但是阮的歌其实温柔啊。我一直相信温柔甲坚定的力量，会当去改变，把石头拢会当顺起安尼。对我一直相信这件事情，用温柔坚定的力量，你知道土地在哪里，大家土地里头踏踏实实这件代志，会当去改变一挂代志。最后一首歌叫做吹啊吹，吹啊吹，要吹啥？就是吹咱祖先啊，咱祖公啊所留予咱的传承予咱的智慧、历史甲伊的记忆。
我大家己的，家己的生活，家己的自由，家己的尊严，家己的好意。甲迄有天比较诶吼，迄外口出口诶歌手面咱参考一下安尼。啊，阮即马住咧彰化，离水有时间来离水，咱来来阮兜坐一个泡茶安尼。做伙来流水溪边，树遐诶 PM2.5 无。好，谢谢。谢谢，感谢阿铁啊，感谢伟君，多谢，谢谢。哦，意大配切龙，我西目睭看袂歹，头一摆看着。感谢感谢大家对大家会支持，谢谢，多谢。真正开嘴就无同款，哎，未唱歌，感觉讲，即个真正青年，尔歌唱了，感觉真正是农村武装青年，感动，谢谢，多谢多谢，足迷人。啊，拄仔你有听到伊咧讲，今日我咱现场有农村武装青年三级的 CD， 现主持我请咱的张会长过来，甲所有今仔日参与的好朋友，啊，搁有咱秘书处以及咱规个。大家会团队来表达感谢的心意，来请张会长过来给咱讲几句话。张会长也真感谢哦，歌听了真感动，大家欢欢声叫。